我们安克尔山羔羊皮的最自然的款是这个，这边是羊毛，这边是羊皮，这个是皮毛，一只皮两面都穿的。我们安克尔山羔羊皮的最自然的款式这一款，这个是我们第二款。羊款是呢，羊的产羊也是安克尔山羔羊皮，但是有一点薄，就是毛的地方有一点沉淀了。这边是毛的地方，这边是皮的地方，这个也是皮毛，一只皮两面都穿的。刚刚的时候介绍的是比较，这个是比较薄一点的，是毛有一点剪掉了。这个是我们第二个款，第三个款式，毛的地方差不多都剪掉了。这边是看的时候是麂皮，但是这个是不是麂皮？这边是毛的地方，这边是皮的地方，也是羊的款，但是越来越薄一点。这边是看的时候是麂皮，但是羊皮的是，这边是剪的 laser cut， 算很薄，算看的时候是，但是这个是不是？这个三个款式，一二三。羊的产量，但是越来越薄一点。这个是我们第三款，第四个款式，毛的地方都剪掉了。这个是单单的皮，外面是皮，里面也是皮。一、二、三、四，四个款，羊的产量，但是越来越薄一点。这个款式我们叫是搓皮 （seed leather）， 这个因为是这个是。很薄很轻，所以你们要放到这里，这样子放到你们的心里还是包里面，一个星期、一个月、一年都没关系的。这个款式在这边是最薄的，还有这个款式你们国家是最好的。为什么？因为是这个是冬天也可以穿，夏天也可以穿。夏天怎么可能是穿？因为是一般的时间，你们国家的天气，夏天是一个 T 恤也是你们穿的是很不舒服。但是这个是跟我们的皮是一样的，可以呼吸的，所以冷的时间也可以穿。热的时间都没关系的。为什么羊皮跟其他的皮是不一样？差别是什么？差别其他的皮，比如说牛皮、猪皮、马皮，皮上的里面的油太多，虽然天气热的时候这个油出来，所以我们叫发霉。但是呢，羊皮上的里面的差不多都没有油，所以呢，天气怎么样子太热，还是给它压都没关系，羊皮不会坏的。现在呢，两个东西很重要，第一个是。保质时间跟保养，第二个是这个，我们这保质时间是14个月。如果你们在这边买衣服，你们回去你们的国家，比如说问题来量的问题、质量的问题、颜色的问题，还是你们买了一年以后你们胖了没办法要穿，怎么办？也是一样的，你们叫你们来的旅游公司给他们，我们是8天之内我们给你的新的，因为你们来的旅游公司跟我。